咩我咁諗唔通？明明係三一年假，揀咗一個廟嘅地方住。嚟緊我就會入住呢個到咗啦，咁呢度咧就係酒店嘅入口，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。好，咁我哋一入去 check in 先。Hello。Checking in. Yes. 刚从哪里飞进来？我是从马来西亚。哦，马来西亚。对对，以前这个是什么地方？以前其实这个后面，哦，它是一个庙来的。哦，它是一个庙。可是我们现在跟它换成一个博物馆。哦 ，OK。然后这边就是酒店，这个就是我们叫 Far East Mall。哦。就是新的。新的。OK， 就是它融合，就是这边新的，然后这边是庙。哦，理解。好，咁就 check in 完啦。咁依家咧就搭电梯，前面系庙，后边系酒店。其实佢 fusion， 即系佢改建，即系嗱后边呢个咧就系佢保留咗呢个庙历史建筑嘅庙喺后边。咁呢度入嚟就有好多百家姓啦。敲门。好啦，咁一樣啦，好快極速做呢個 room tour。咁呢間酒店咧就叫做 Amoy。咁呢間 Amoy 嘅酒店就係屬於一間叫做精品酒店啦。咁佢精品得嚟咧係同呢個歷史文化喺度做融合嘅一間酒店。咁陣間咧咁啱有一個 tour， 就係20分鐘之後開始，咁我會 join 個 tour， 了解更加多嘅資訊咁樣。帶多啲資訊俾大家啦，每一次都係就咁入住普通嘅 room tour， 咁今次有埋歷史嘅背景文化分享俾大家。咁入嚟咧，呢度就有個掛衫嘅地方啦，順住佢嘅左邊咧，就已經係一個嘅廁所門嚟㗎啦，咁係一個玻璃嘅廁所門，咁啊打開掩開，陣間再同大家入去睇呢個廁所啦。咁講埋個廳先，咁跟住咧呢個位咧就有個好細嘅 pantry 啦，咁佢有啲茶葉。睇先，有啲茶葉啊，咁啊 for in room use only， 咁佢咁樣整死咗，你拎都拎唔走啊，一拎就成嚿嘢拎走咁。跟住有啲咖啡啊，雪櫃咪呢度咧，係啦，雪櫃就喺呢度啦，係啦，咁打開就有幾罐嘢飲啦，
咁因為太遲 book 啦，咁呢間房咧係有窗，但係窗係一個呢啲叫做咩啊？長虹玻璃嘅窗，純粹係滲光入嚟嘅啫。因為呢個窗咧打開就已經係一個後巷啦，咁所以其實佢都點講好咧？其實可能都唔 prefer 你打開呢個窗，但我覺得都冇所謂啊，都好似舒服。呢個窗係非常之古舊嘅設計啦，睇下呢個位係要咁樣棘住佢嘅，即係你想開到幾多就棘到幾多。咁例如依家開到呢一格，咁咧。點樣樣？係咪棘住咗嘅？應該棘住咗嘅，但係呢度凸起咗，係啦，咁佢就咁樣棘住咗咯，係都看似穩陣嘅。咁然後呢一邊咧就已經係牀嗰個位置啦。咁呢個係一個單人牀嘅 room size 啦嚇，咁所以都好精緻，就係一張單人牀。咁呢張牀應該係我瞓過暫時離開咗上海瞓過最細嘅牀啦。咁床頭就有個燈掣啦，床尾就有個 smart TV 嘅。好啦，咁轉過嚟呢邊咧就係個廁所啦。咁我啱啱上網睇咧，廁所都貫徹咗一啲中式元素嘅設計。咁我哋入去廁所之前講咗上面呢個先。呢個透氣口咧，見到個花紋係一個屏風之類咁嘅圖形嘅設計啦。咁啊已經喺樓頂呢個通風口貫徹咗噶啦，咁入到廁所咧，你第一印象咧就會俾呢個嘅青花瓷嘅洗手盆啊吸引咗你個眼光，因為都算係好少地方去咁樣做一個青花瓷嘅洗手盆啦。咁呢個都係保留咗，即係佢當係融合啦，咁就融合咗個設計。咁佢呢啲紙巾盒嘅邊呢啲圖形設計咧，都貫徹咗嗰個通風口古式通風口嗰啲設計嘅元素喺呢度。咁呢邊嘅話就應該有嘅都有啦。咁有呢個電掣啦、插蘇口啦、master bath 啦，係啦。咁呢個 mass minimum 有冇人話俾我知係咩嚟？係咪音樂定係咩？定係呢個通風口嗰個大細，唔知咩。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好有用嘅，因為好多時呢個咧蘇跑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？你插蘇跑充電用嘅啫，你插呢個吹頭嘅話，呢嚿嘢完全無力。咁所以有呢個就非常之好。洗手盆一轉過去咧，就是、一個企乾嘅廁所啦。咁嗰度都做咗幾格嘢，咁俾你擺啲洗手液啊。咁樣，咁我空間都充足嘅，同埋佢個地板咧係用呢個木嚟設計嘅，咁就有少少古色古香嘅一個融入感啦。咁嗰個浴室大概就係咁嘅情況。咁呢間都算係一間比較細嘅精品酒店啦。咁呢度左邊廁所呢邊咧，窗下少少咧工作台mini bar 呢一邊咧就係床嘅位置。360度環迴就已經完成了呢個 room tour 就係一個門。理論上其實我360度轉個圈就得噶，搞咁耐，再十幾分鐘就開始那個歷史嘅 tour 啊！咁我哋都可以一起了解多啲呢個酒店背後嘅歷史。以前的廟，它就叫福德祠啦。福德祠，对，以前的话，他们是想。我们叫做门槛哦，对，所以这个门槛就我们对，我刚过来的时候也很高，对，所以我们去庙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这个门槛哦，要跨过去嘛，对，所以我们被跨过了，所以它的所谓的意义就是讲说，就我们在讲说把好的都留在里面，然后不好的留在外面 ，OK， 然后当然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讲说以前庙就是他们。就不要把那种像灰尘啊、什么那种就不会进去，那像如果我们说这个门的话，其实它这个有算是一男一女的，对，你有分得清吗？这个女吗？这一个，对，这一个是女的，所以我们是说怎样分，就我们这个叫门神啊，对，门神，对，所以这个的话，其实它是有一个人灯，就灯笼啊，对，就是它表示讲说很像power。Okay. power 的意思，然后这个的话是
过这个，它这边有一个莲花。对，所以他们就我们是这样分，所以莲花的意思就是讲说很像 kindness。OK。对 ，kindness 的意思，所以他说很像会，就门神把那个坏运啊留在外面这样。OK。就一个 fun fact 啊，他们是讲说，其实他们以前的这些香啊这些东西都是用那种 herbs and spices 来做的。然后因为以前就也没有那种炉啊那种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其实也会在这边啊，他们会把它清掉，然后就在这边弄食物来吃。哦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就以前来讲，这个是给上面吃，然后自己也在这里吃。对对对，所以当然这个就啊会这样，会那个烟啊烟会这边上去。对，然后他们以前主要的食物就是水果冰冻。对，叫地瓜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看这边的话，这边的都是那种individual donors， 就是他们会捐钱给庙的。对，他们捐钱给庙，所以他们的名字全部都在这边。OK。然后你看，如果你去看这些红色的名字，就捐的比较多。对，红色的就捐的比较多，对，可是它是那种就集团。就有这样公司基金啊，有人都会给他们多一点钱呐、来装修这个地方。有看到。如果我中间你看这个，其实它是给你看说以前他们是这样生活的。对，就好像他们我们印人他们是叫苦力。对，所以之前他们会在这里，像他们以前卖食物啊，还是卖那种就是用品，就是食物都会。用这样的方式来卖。他们就是吊着跑出去，找个街上面就卖了。对，他们这样走过去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machine bell 啊。这个以前有吗？还是特别做？现在的，他们在卖食物啊。对，这边都看得到。然后这样这边就是刚才我跟你所谓的那个 trading。就这边是和海来的。他把这个填了吗？对，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填海了。所以现在的海去了应该是在 Marina area 那边了，所以他们填了很多很多。所以就是以前这个是叫 Opera House， 就是他们会有大戏。台湾现在应该还也会有，对吗？都有这种文化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新加坡是比较少见的。对。然后如果你看这边的话，它现在这边有一个井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井的话，我们就是刚刚那个吗？对，所以。其实这一个是从以前到现在唯一留下来的一个东西。这些都是重建过了吗？这些其实以前都是已经算是有重建过了。就以前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Taoist temple， 以前是那些布达什么在。对，所以它其实这边主要放的是那个大佛宫。对，所以它这边放大佛宫，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就在这边拜啊。这样之类的。对，所以这个船你主要看到这个船，它上面就是一帆风顺的。对，就是讲他们以前来到新加坡搭的船就差不多都长得这样子。好的，好的。可以喝一点水啊。好的。这边可以喝吗？还是要拿到？可以好。加了那个梅在里面吗？对，还是梅粉。所以酸酸甜甜的。谢谢。另一个我们今天想说，如果说住有什么问题都可以。好啊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在柜台24小时啊。好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不用。咁而家就去咗附近咁样食个猪杂汤，呢间叫做问自己猪杂汤大王啊。咁啱啱试咗个汤咧，都真系 fit 嘅。如果你喜歡吃西芹的話，它的湯上面有很多的西芹，有那些西芹很重西芹味，那裡面的豬雜都是它又不是好像肉骨雜那加很多胡椒下去，我就覺得沒什麼胡椒味的，這個就是一個很清的湯，就那些豬雜這樣高湯去煮，咁就飲個辣醬吃都挺吊味的，可以簡單吃宵夜都 OK。 聽說豆腐都亂滑，有不同的豬的配料，有貢丸、有潤、
有肝啦、豬肚啦、豬腸啦等等都喺曬度噶啦。總之就一個豬雜湯啦。咁都係新加坡出名嘅嘢食嚟嘅，咁介紹埋俾大家。大家有冇聽過 GT 7啊 ？PA Station 嗰只賽車 game 喺新加坡原來有個 marketing campaign 係整咗勁多車勁高一個 display， 唔知點樣撳呢啲車出嚟咧，咁你就可以睇到呢啲車嘅真實個車係點樣嘅。棟嘢咧就喺呢度啦。我依家就到咗呢等嘢嘅樓下啦，咁但係因為現在已經夜深了，佢冇得開放俾佢喺度搞啲車落嚟。你見到佢咧，其實係一個個 tray 咁樣咧，你好似 vending machine 咁樣咧。如果你撳佢嘅話咧，佢會搞啲車落嚟，去到地下咧，佢唔知點解會出咗嚟俾你睇。但係因為都冇得玩啲舊嘢啦，咁我就淨係路過影張相嘅先。好，因為突然落雨咧，我都直接翻屋企啦。咁咧，我嚟緊咧就會繼續喺車入邊影外邊落雨嘅街景。大家如果中意睇落雨嘅街景嘅話咧，可以開住呢個 video 繼續睇啦。如果你係夜晚睇條片嘅話，希望呢個片尾有助你嘅睡眠啦，或者你收睇今集嘅遊記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